十六，对精进应当升起准妈宝之想。十七，对禅定应当升起大宝藏之想。十八，对文殊修行的智慧应当升起明顶之想。康龙瓦格诗言：一，下半人生极其难得；五，当参存保护目睭同款，严守境界。二，如凡的身躯何时演变无有定期，心意应当精勤修法。三，一切有为的善法都是无忌，故当为利益一切有情立法讲大愿。四，任何法拢是无常，就参存幻化同款，故对任何法嘛唔通执事，应该放弃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生命电视基隆法言寺举办药师祈福消灾超度祖先亡灵法会，恭请占勇法师主法，日期1月28号星期日至2月3号星期六，共7天。1月28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八关斋戒，恭送药师经祭食供养，下午礼拜药师宝忏持咒祭点108盏龙柱灯。1月29号星期一及1月30号星期二下午1点半，恭送药师经，礼拜药师七佛名号及本大愿功德，祭持药师咒。
1月31号星期三上午9点年度圆灯，恭送药师经、佛前大供、十供养、护生、拜愿持咒、点签灯、供签水、烟供、药供暨甘露施食。2月1号星期四及2月2号星期五下午1点半恭送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，礼拜药师七佛名号及本大愿功德，持药师灌顶真言108遍。2月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于新店大明讲堂传八关斋戒恭送药师经，下午礼拜药师宝忏即持药师灌顶真言108遍。地点基隆法源寺，地址基隆市七堵区东兴街65巷48号，联络电话02-2456-2057，02-2456-2057。法会期间，于法源寺点108盏龙柱灯，每天点5000灯，供5000水、护生、药供、烟供及甘露施食。法会备有免费的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。广传佛陀三乘法，关怀生命力有情。生命电视台陈真工作人员，宜兰地区：一、会计，熟悉财务会计相关业务，熟税务相关法令及劳健保相关业务，需具耐心，细心负责，具沟通协调能力及抗压性强。二、ENG 摄影师，具经验。三、企划执行，相关经验或大传相关科系毕业。四、剪辑师，具相关经验，熟 ADIRS 剪辑。译者请备立照 ，email 至 shiuhui@lifetv.org.tw， 邮寄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联络电话03-989-9319，手机0933-441-910，联络人吴秘书。北部地区：一、企划执行，相关经验或大传相关科系毕业；二、ENG 摄影师，具经验，工作地点。新北市新店区板桥区，译者请备立照 ，email 至 shiuhui@lifetv.org.tw， 邮寄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联络电话03-989-9319，手机0933-441-910，联络人吴秘书。高雄地区。一、企划执行，相关经验或大传相关科系毕业。译者请备立照洽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之1。email 寄至 yuan.hsi@lifetv.org.tw。联络电话07-221-2323。联络人胡师兄。以上人员年龄不拘。生命电视台竭诚欢迎具正信佛教徒及纯素食者加入我们的行列。他说他老爸老母在饲鸡，可以给他倒三天，用东西给他吃吗？厨余算贡业吗？十五个人可以帮人倒酒吗？算破戒吗？
基本上如果北部你没法改变你，那你要怀的动机最重要，因为你饲鸡不是要杀他的，你用这回家，你给他掺甘露丸啊，念一些好的酒啊，希望这条鸡啊吃了会超度啊，啊，你的动机很重要。那你有这个动机，你要求佛菩萨加持，希望你的北部都一天卖过饲鸡太贵啊，希望姻缘早成熟。再来，想讲改人讲倒酒，如果无法避免，无法度避免，你要讲倒酒，你要搁念酒，希望伊啉落袂醉迄种。有一个喝酒咒，如果没办法，你就用欧玛尼贝咪吽啊，希望他喝了这个酒后变甘露，一个动机啊。但是如果尽量避免啊，你为了趁钱去做这個，那就没必要了。今仔日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瓣，不旁游斗心，不观听歌舞，不非时事，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，随喜功德，阿弥陀佛。念佛生净土，成佛度众生。电视台。